这个拿起来，我左手要帮你先贴。都要贴，都要擦那个吗？为什么不擦的话，一大堆油，就是有油分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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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精擦，来，先看我，手要放这样，袂使安尼哦，有在录嘛哈，手要这样，袂使安尼，嘛袂使安尼，安尼才会准。告诉大家，这一支叫做脑骨，脑骨，一个木，一个摇，啊，脑骨，这一支叫脑骨。来，课本51页就有了哈，脑骨，脑骨是。上面这一只，我的当我的手这样的时候，这一只叫脑骨，这里有两根骨头哦，嗯，这一根这一根哦，这里有两根骨头哦，你看51页我就有画出来，这里有两根骨头，这里是一根骨头叫肱骨，这边有个肱，这上面只有一根骨头而已，哦，这个旋转机两根骨头，看一下有没有旋转，有没有觉得阿妹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家。对吧？这个在这，啊，安尼是这个无变哦，这个无变哦，但是安尼哦，这个你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哇，这个无变哦，这个位置还在这里哦，但是我这里已经变了，这已经是阳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转到阴面了，注意看，哇，我这个无变哦，这一只根骨头叫肱骨，好，51页就有了哈，然后这一根叫脑骨向上，脑骨向上，我的大拇指睁开，睁开，脑骨向上。向上的时候呢，我要找到这个穴位哦，我要找到这个穴位，我要把大拇指挑起来，大拇指给它挑起来，挑起来要有一个洞，这个叫做阳溪穴，阳溪穴是大肠经的经穴，很会咳嗽感染的，然后一直咳不停，一直咳不停，这个穴位扎一下，贴个指针都有效。再来呢，我现在讲是跟肺有关的。当肺部有状况，找它的原穴。肺部有状况，长期都有肺感觉弱，能量不足，就觉得有一种口水，或容易呛到，或容易口水觉得里面有一口痰，可是真的要咳又没有。好，这个时候就肺经的原穴叫太渊，太渊就在手腕上的第一个点。你看哦，这里剖开这一根叫脑骨，这个正中央剖开这一根叫尺骨，在脑骨的边。你敢讲这个是骨啦？这个是骨啦？你讲看嘛，来这样，这个是骨啦、哦，来这个边，手腕线这个边叫太渊。太渊，好，太渊，好，我现在找他的太渊，太渊在这里哦，太渊，好，太渊，我先把它贴一根针，啊，贴一根针，我找痛点，痛点，找最痛点，明明就太渊找到就好，为什么还要找痛点？对，找痛点呢，是针对速度快，速度快，他有这种敏感的问题，速度很快，好，但是如果我没有找痛点，也会有效，速度慢一点。可能慢一两小时，慢一两小时，好，但是找痛点速度快，痛的讲一下，我不是很大力哦，我轻轻啊，头很痛，我按这里头很痛，不是都很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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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的痛啊，因为都是那个竹签的痛，哦，是竹签的痛，来感受一下，不是竹签的痛，哦，他会有。都差不多哈，既然都差不多，都很痛，既然都差不多，我就这个点，这个叫原穴，正中央。你看他的表情，来你看啊，我压下去，我还用我的没有指甲的，无尖甲的这个指尖哈，指腹哈，打落去，好，好，现在呢，现在他的气在肺部两个肺叶当中已经开始在挑动了。现在呢，还有一个穴位很重要，叫做络穴。元络配穴是一个很有力道阴阳穴，阴阳配穴法哈。所以肺经的元穴，跟肺有关的一定要找肺的元穴，但是一定要找相对经的络穴，一络通二经哈。那络穴怎么找呢？就这样哈，小指放在哪里？好，小指。
小指哦，这小指对吧？放在这个凹点，放着。好，刚刚我讲说这个要往上，对不对？手要这样，别再按内哦，马别再按内哦，哎，按内。小指放在阳溪，四指并在一起，这一只弯起来，就在这个骨头上。来，四指先放这样，这个弯起来有，弯食指就好。今天这个点就叫偏立，好。好，这个偏偏不要迟到，就偏偏要迟到，偏立，中立的立可以哈，可以用中立的立哈，你可以用中立的立没关系，那个是有边念边，没边就念中间了，这里哈，好，再一根偏立，好，这里就贴下去。好，我要教你们正确位置比较重要，不是找我贴最重要。你要学会自己贴，或者别人给别人贴，你帮别人贴，你要学会比较重要。因为这个保养一辈子是跟着你自己的哦，一辈子要跟着你哦，哈。另外一只，来，我现在让他自己说，你讲真话哦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我现在觉得这里很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轻松。重点，他讲真话，对，因为刚刚贴这个我就觉得，对，贴第一根你就感觉这里有点，然后第二根下去你就觉得那个塑架有一股热能哦，一股热能就在你的体内从胸口往下降。然后呢，从下面的那个宣发就往上升发，升发，甚至你会越干嘛越忙，跟康每晚回归，开始有一点点觉得想冒汗，又没有，没有真的有汗，暖了，暖了，暖了，来吧，试试看。老师，现在两只手都捏，可以，左手先捏，捏完就捏右手。好，再一位是不是？好，再一位。我那边有棉花球哈，可以自己进场，都可以。消毒的，不是消毒啦，就是把油擦掉。好，我等一下再约两位，其他你们要学会自己贴哦。等一下我们两位，我这两位，我们两位自己贴。对，来，你要找穴位，好，正确，好，正确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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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尤其这两穴可以帮助自律神经恢复。好，另外这个特别它里面是循环的，棉花球啊。棉花球来，这里有棉花球哈，自己来拿。我这边有棉花球，自己来拿。前面，用完的棉花球卖软板哈，先放到前面。我是没有穿棉花球，就把它贴上去，会怎样？会掉下来？很快就掉啦，油油的。你的手会有汗水啊，会流汗啊，油油的。那个是酒精嘛？酒精啊。如果有找到痛点贴下去是不很快，如果没有找到痛点你也贴那个圆穴，那个太渊的正中央就好，你贴这边
你们干嘛不接？我没有说，是我的。你有什么不舒服？我要接。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这样整个刚才我刮到这上半身心肺部就会从手带掉顺出去，这个叫顺气。 我这只手有帮他推，跟另一只手没有推，两只差很多，你感受一下这两只有什么不一样。这只比较轻，很轻，这只很轻，它是从哪里接出来？从里面，所以它这只手现在很轻，很轻，越轻它的回流就越好。我们心脏呢，每一分钟帮我们打出去5公升的血液，72下，打出去呢要到末梢，头部呢大概750毫升到800毫升之间，末梢也都要被分配到。所以呢，脊受血能捏，掌受血能握，脑受血能思，好，足受血能行，耳受血能听，法受血能够呢伸展，这就是奇妙。所以要让末梢都通畅。好，那我现在换这一只手，因为它现在挡卡丁，那只手很轻，这只手很重，好。所以不能一次只有处理一只手。对，当然，好，脚也是啦，哈。可是我上课呢，我经常要让你们去感受，你就处理一只脚，那你到了隔天，哦，我哪叫他紧一卡的吗？怪怪，你就会永远记得两只脚的轻盈多重要，哈，多么的重要，哈。好，我现在呢，把这个脑腹跟耻骨推开，啊，他这里是站的，他的右手比左手还要顶。他的左手指堵在上面这一段孔最穴这一段，他堵在这一段呢就代表什么？大肠，大肠的下段，大肠的下段，尤其孔最啊，孔最就是针对于痔疮。好，如果大肠在直肠下段有一些障碍物，这一段会塞，这一段会塞。好，这是大肠的下段。然后我现在呢，我把它的阴面这边，那这边就堵比较多了。好，这里从这里就开始堵了。我现在一摸就知道，这一段就开始堵了。啊，堵，堵到这里哈，要让它开。哦，扶上去哈，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，疲劳的物质，尤其肺与大肠、心肺啊，都会流到这里，回流的时候堵在这里，回流的时候没有很干净的回去，啊，所以宣发语速来。好，两只手现在均衡了哈，我还把他的手腕拨开，拨开，这个都拨开，拨开，让他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掌受血能握，回流才会好。好，今天就先让大家学到，但是呢，下周是公平周哦，公平周这个教室没有上课。我会把那个课表拨给大家，哈，那个有兴趣参加社大的公民周一样，好像在三楼，就在三楼，啊，我会给你们那个课表，那个是桃园市政府配合的，一定要所有的社大，好，你可以不用录了，好，那你下。